千鸟格裙之外呢，它前面还有做这个收线，所以你会远远看到我一样漂漂亮亮，显瘦度很高，然后呢一样就是屁股包紧，非常非常的好看哦。侧边呢是有做拉链给方便大家穿脱，松紧织带坐在后面，它是软料的毛料，不是毛呢，是毛料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但是它很软，穿下去就是现在你们看到镜头这样很软，不是那种硬邦邦的，但是它又带有一点点小毛线的感觉。这个如果你是屁股臀围在37以内的粉丝才可以穿，我觉得你穿的 M 号，对，就是包覆在这边，然后腰的话还有弹性。腰的话是可以，所以这个也是要看一下你自己的身形，那你也可以看一下就是现在荧幕上就是你觉得自己去考量啦，因为肚子这边一定还可以放，里面它有帮你做那个小小的衬裙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这布料会不会磨腿磨那个皮肤，不会，然后我觉得走路穿起来都还 OK 啦，因为后面要帮你做拍查，然后拍照什么也好看。